我们国家的宪兵特勤队是很出名的特战部队啊。那他们也根据他们的任务的需求，有配备各型的枪械。其中有一款，这个是美国的 CM4 步枪。这个步枪是由 Centurion， 也就是百富长公司，那他们所研发的。大家如果从这个 CM4 枪的外形去看的话，你会觉得这个好像跟 M16 步枪很像。那事实上讲，的确，世界各国比较有名枪械都很多都是从 M16 这个系列改良的，或者是从它以它为基础延伸过来的。那我们先要谈这个 CM4 步枪，它跟 M16 最大的不同就是一个 M16 步枪它的一个特征，就是它有一个提靶的这个罩门这个设计。那它已经把这个提靶部分已经取消掉了。那再来，重点是在于说，把枪尽量的轻量化，它的长度其实是跟标准 M16 步枪类似的，但是它的重量的话是2.77公斤，比这个短枪身的 M4 步枪或者是卡宾枪它还轻一点。除了这个减轻重量之外，这个枪管经过比较特别的加工处理锻造，让CM4步枪它的枪管的寿命也能够延长，那增加它的使用。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枪的本身，它其实没有固定的准心跟罩门，所以呢，你也可以加装各式的光学瞄具，或者是这个快瞄具，甚至雷子器或者是标定器、夜视的瞄准镜，那这些都可以在它的轨道上面加装上去。那当然，CM4它设计本身来讲，也可以加装这种备用的折叠式的像准心啊、罩门做一个备用，那这个也都可以完全利用这样一个模组化的一个锁定的装置轨道，那可以把它装上去。CM4 突击步枪，使用口径为5.56公里，枪管长度为14.5英寸，为冷锻造镀铬枪管，前身长度为885公里，收脱后为805公里。12寸皮卡丁尼系统战术滑轨为悬浮式设计，并搭配皮卡丁尼系统金兔战术枪灯及多功能战术握把，使用瞄具为 EOTech 雷射全息衍射瞄准镜。通话版型为68NOA 巨象线标记瞄准环，搭配一个 NOA 瞄准点。我们看从这个反恐战争开始之后，各国使用枪械常常会加装很多的各类的装备，常常开玩笑讲说，有点像是这个圣诞树一样，加装很多的各式的附加装备，所以。好 ，CM4 它的这个模组化设计其实就跟现在的新一代的枪械它的潮流是一样。百富长公司他们本身来讲，它有很多的配件去改装，比如说护目的部分来讲的话，进一步发展出来就是所谓的 Key Mode 或者是 M Lock 这样的一个护目的设计。那上面开了很多的孔，那这个状况来讲，就是第一个我可以减轻护目的它的重量，所以也减轻整体一个枪支的重量。第二来讲，我这样一个M Lock 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孔的设计呢，那我是一个通用性的，我可以把各种的装备可以锁上去，它有长短不同的长度去搭配，你可以根据射手他不同的需求换装，不管是原厂的或者是其他枪厂配件公司他们生产的都可以改装。宪兵特勤队来讲，因为它执行的是一个反恐的特勤的一个任务，那所以当然它在装备的运用上面必须更弹性化，所以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宪兵特勤队会跟美国采购这 CM4 步枪。